日本啊，求人得人啦、啊。你知啦，我哋文雄咧高调话要喺呢个台湾嘅事务方面咧，就要搞好多唔同嘅所谓嘅对中国嘅挑衅嘅行为啊，要差唔多系要联防台海，阻止中国啊统一台湾，阻止中华民族复兴呢个大业。而家咧咁就开始有人 show muscle 啦，呢个咧就系来自咧日本嗰个嘅报告咧，就话咧近日啦，即系呢个海上保安本部咧就发现有两艘中国嘅海警船咧喺钓鱼台列岛附近，咁啊似乎追逐紧一啲日本渔船。咁啊，入咗嚟佢哋个所谓嘅钓鱼台嘅周边海域，即系入侵啊，日本呢个领海。于是乎咧，就系、是、亦都系发，佢亦都系要派出唔同嘅日本船啦。咁啊，又要去监视佢哋嘅行动啦。咁啊，亦都要警告中国嘅海警船咧系驶嚟。呢个样嘢就其实咧，中国系完全系冇同你同意过钓鱼台列岛系日本噶，呢个系有争议性嘅。水域，中国亦都讲俾大家知，就话呢个系钓鱼台咧，属于中国噶。你搞搞阵，不停系咁泼火。而家话俾你知，台湾问题唔到你管之余咧，如果出事，海警船不停喺呢个嘅钓鱼台列岛里边巡航嘅话咧，表示中国唔会同你客气。同一时间咧，就系、是、有呢个嘅报道就指出就更加严重的就有拉萨南啊，即系呢个嘅中国嘅驱逐舰。呢个驱逐舰就是拉萨号啦，咁系属于呢个嘅都系现代化的一个驱逐舰。咁啊喺呢一个嘅对马海峡啊，即系日本嘅领海咧，就系、是、穿过咗。咁啊呢个拉萨南唔系得一只噶，仲有其他嘅武級艦啊，有成三艘嘅軍艦組成一個編隊，咁就向嗱呢個就係拉薩南啊，向呢個嘅日本海裏邊巡航啦，可能咧係兜你日本一個圈啊。呢一方面咧，拉薩南係第一艘055嘅大中國係中國第一艘055型嘅大驅逐艦咧，就係南昌號。咁啊喺2021年咧，就是數度參與呢個編隊去過日本嗰邊進行呢個嘅海演啊！咁今次咧拉薩南咧，亦都有可能係進行係第二艘055型嘅導彈驅逐艦，亦都係再次嚟行個圈俾你睇睇睇清楚中國嘅海軍實力。咁啊，穿過呢個對馬盒咧，就有個嘅唔同嘅意義咧，就話除咗係表示055呢个嘅导弹驱逐舰咧，系有呢个远航、远海嘅能力之外咧，亦都系可能咧系威胁日本以及呢个台独分子。咁啊，亦都系预告俾大家听咧，呢啲咁嘅先进型嘅驱逐舰咧，中国有五艘咁多啊，呢啲我嚟对付一啲所谓区域性嘅问题咧，将会大派用场。好。讲翻头先，即系承接翻，外交部咧就发表咗长文40,000+字，咁啊一本大概系短篇小说咁上下嘅嘢啦，无需要讲得晒，我同大家做个导读，大家要注意边点，就系呢21个谬误里边嚟讲咧，其中一段咧系同我哋香港最有关，我哋最需要注意呢件事，注意乜嘢？外交部呢21个谬误咧，就系变相同美国摊牌，摊出美国嘅虚伪。原本唔想讲嘅嘢，而家我摆上台面同你讲，廿个咁多，无需要逐条讲啊。关心我哋香港问题已经够啦，未讲呢个香港呢个嘅所谓美国嘅谬误之前咧，想讲下大家最近好关心嘅事，就话有人晨早爆料，嗱呢个教科书都未真系推出嚟。我想都是印紧嘅啫，喺啲书商度做紧啫。竟然有人爆料漏料，就俾西方
出嚟讲，哦，原来你嘅新嘅教科书即系新嘅通识教育，即系取代通识教育嗰个嘅课文啦。即系呢个咧，原来啊，你哋做紧呢样嘢咧，中间咧系去殖民化，不过佢又唔系用去殖民化咁嘅角度去讲，就系话你哋咧，即系中呢、这个香港咧，就俾呢个中国共产党做白手套喺后边咧。就搞阵啊，仲做一样嘢咧，就系话原本可能好多香港人咧，甚至乎我都即系觉得就话，好似你讲话香港系英国殖民地，好似我你咁讲，其实我之前我唔反对，不过原来大有学问，就话俾大家知咧，之前都知啦，就系中国从来唔承认呢个嘅所谓香港系殖民地，点解咧？因为好多西方人咧，系用呢个解说嚟讲咧，系希望觉得呢啲香港人有啲人会以为香港系曾经殖民地，殖民地咧之后佢可以有个自决权，可能由香港人话事去做佢嘅即系独立嘅建设。呢、这个建筑其他所去殖民化好多殖民地国家所出现嘅一个嘅现象。啊！啲殖民地嘅地方都系，但系中国从不是殖民地，我哋主权一路都冇丢失到，即系起码我哋唔承认你，所以都冇呢样嘢现象。但系西方咧，就可以炒作，甚至乎咧预早爆料，爆出嚟，咁啊点讲都好啦。就呢件事咧，我曾经喺星期六同一啲朋友倾过啦，佢一讲到话，原来好多嘢潜移默化咧嘅教育咧系好成功。佢又讲话你今次佢成日听我哋啲节目嘅，都讲话喂，你成日都讲话喂，去英国呢、这个嘅移民点样有困难，点样生活水准高啊？去美国其实可能好多啲不平等嘅待遇都几危险。但系我朋友同我讲话喂，你知唔知佢接触嘅所谓香港人真系条件唔合，条件唔系好圆满，都要成家走。咁我点解？佢话你唔好成日讲埋呢啲乜道理咧，话喂呢样好嗰样好，其实咧去到英国你受人歧视，佢哋唔 buy 呢一套噶。咁我点解？佢哋根本就系好讨厌而家呢个所谓政权。我话有啲咁嘅事，系啊，甚至乎而家最近咧，你见到咧去殖民化好多嘅行动啦，学校咧又要唱呢个国歌啦，升国旗啦，啊连国际学校都咁。佢有啲中产阶级朋友咧，系极度不满意，连啲细路仔都翻嚟同爸爸妈妈讲：，哎呀，我唔系好习惯啦。咁你谂下，几咁重要嘅一样嘢，点解呢啲教化系咁强烈？啊，咁我即刻自己反思啦。如果你真系中毒咁深，或者你系直。所谓你个殖民地被人殖民地，即系思想被人殖民。虽然我香港唔系殖民地，但系香港多人被人思想殖民地咗嘅话，系好惨，系讲唔翻转头。等于你个细路长大咗要离家出走，佢出去住劏房都唔跟你一起住豪宅嘅话，一样道理。香港土壤因乜嘢事而改变啊？我作为一个。80年代成长的学生，我可以讲给大家知，在我们的年代，港英年代，未开始讲这个中国回归的时候，还是行使这个殖民式统治的时候，我们中国历史其实没有怎样被这个干预。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中史老师、中文老师，都只是用很中国化的方式来教我们，因为为什么呢？他大部分来自中国。即系走过嚟香港，所有老师嗰90%都系唔会推崇殖民地呢样嘢，因为殖民地系我哋嘅耻辱，亦都唔会讲呢咁嘅殖民主义，唯有讲我哋嘅宗旨，讲我哋嘅屈辱。所以我哋呢一代人有翻咁嘅年纪嘅人咧，都唔会趋向呢个嘅所谓精神嘅西方嘅精神者。即是我哋冇呢个精神西方人呢个大部分都应该冇。我哋仲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啦，我哋几时可以洗掉不辱啊？我哋从宗师里面觉得话，我哋需要有一天系将要出头。但系点解回归嘅时候出现啲咁大嘅误差？
出现咁大嘅这个嘅错落咧，原因就系成个香港嘅政治环境生态改变咗。呢样嘢系最重要，好多人好少讨论呢样嘢，就话教育唔好啊，冇中史呢样嘢咧系不完满嘅解释。我俾大家一个比较完满解释，就话咧，当英国知道就嚟都唔可以阻挡中国回归嘅时候咧，这个香港回归嘅时候咧。就全面开放政治，于是乎政治变成一个好大的产业，好大的市场。尤其是培养一批所谓 pro 西方的反对派出来。这个这样的政治的环境生态先至更加促使到好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呢，有些人就走了去做精神西方人。这班这样的精神西方人呢，亦都取代了当时教我的中文老师啊，历史老师，开始他们去教这一代的学生。所以这一代学生是对中国是陌生，对中国政权呢就非常之是怎么说啊，都不要说不适应，直情是有些不满，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从这个土壤开始改变出来，开始是被殖民思想的一班人。所以现在跟他讲话，喂，其实日日你又讲话，我们有几好，他们有几好，美国有什么缺失，他们是不会听的。但问题我一定要讲，为什么呢？我们为了下一代，下一代才是重要。好，中间未起我讲回我的意见之前，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的现在这个的所谓的怎么说呢，外交部提出那个的已经有很不同的看法啦。中间就讲到说，其实是美国是开始真的对香港动手。这个动手呢就是提到呢，就是这个21个梦里面就提出到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基金会和美国政府呢是有资助，还有是要怎么说呢，是要支持一些打压。那么直接开牌出来讲话，七一大游行和阻止23条立法呢，这个是美国出现的问题。所以呢就在这个的同时外交部嗰个公布嗰21个谋里面嚟讲，我最要睇清楚佢关于香港方面嗰个问题。咁呢一个呢就係、是、重要嘅话呢，就係、是、觉得其实呢喺成件事呢，香港系被呢个美国嘅渗透。而呢一个佢哋不单止系冇承认到、更加可以讲成呢系中国嘅错失。即是中国的不当。咁所以明显你见到，如果有咁强大的势力，已经是中国已经是揭得底牌呢，美国是做了呢啲咁多嘢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啦。咁我哋点样逐步铲除呢啲咁嘅思想嘅嘢呢，尤其是我哋好啦，有啲后生嘅中年嘅我哋救唔到啦，即係佢根本佢嘅思想你点讲，就算佢去到英国好美国好，佢受到一啲挫折到，佢唔会返转头讲话觉得中国是好。这个你无需要跟他讲这个道理，但我们需要跟现在这班学生去培养他们那个看法。所以上峰你刚才讲了很多中国的建设啊，很多的神秘建设，我们没有香港来宣传的嘛，没有香港，没有这些书仔造成一些的读物是给大家去看的嘛。那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其他的所谓的植入式的教育呢，都是没有的。那我比较想大家睇下咧，就其实我一个睇下香港嘅历史呢张相咧，就其实好有 mood 嘅，即系见到呢、这个德辅道中咧大水，曾经几灰咁，但系其实咧可以你一样可以讲到故事。呢、这个故事咧就系、是、其实讲系呢个时候咧系一啱啱喺呢个嘅港澳大罢工前后嘅事。这个、呢个咧就系1925年到1926年咧。就出现过香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罢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
入情入境其实都几有种灰色。咁你其实可以借呢张相，借呢个景，可以讲翻话乜嘢叫五三十惨案？英国嘅所谓嘅佢哋呢个殖民地嘅美军嘅英军，点样喺沙面射杀呢个示威者？点解香港无停镇压呢个暴动？好多啲嘢从呢方面软性嘅入手咧，就好过而家咧就话我哋升国旗啊，讲唱国歌啊，同佢哋讲一啲嘅所谓红色教育啦，好近好快咁。其实真系话谂翻起啦，苹果出嚟做呢个嘅渗透工具嘅时候咧，都唔系同你讲道理，唔系同你讲嗰啲压大串嗰啲咁嘅所谓叫做理论啊，同埋呢啲咁嘅正式嘅评论，而系好从软方面嘅入手。香港历史其实可以好多方面可以发挥。五三十惨案前后啦，这个嘅新界保护这个嘅我哋嘅领土啦，好多故事啦，我哋嘅抗日啦，反这个嘅共产党地下党点样去领导我哋做一啲唔同嘅活动去抵抗这个外来者。与此这般即係需要有返都几多功夫去做这个工程。咁亦都由头先所讲呢，就係话外交部已经证实咗，即係甚至乎揭咗底牌出嚟啦，係正式讲美国係喺呢个2019年同埋2014年係渗透，係用佢哋唔同机构甚至乎政府係出面出嚟。所以呢我哋好清楚明白啦，咁新一届政府已经係陆续係已经係知道啦。咁目前呢咁大家都更加要清楚，就话点样去对付，点样去清除翻，点样去推动翻我哋嗰个国情教育同埋香港嘅教育。咁呢个呢就係我对于呢个香港教育呢，即係香港不是殖民地呢个方面呢，就一个少少嘅结论。同埋呢亦都系讲返俾大家知，有时间睇睇外交部，唔需要睇咗廿一个点嘅，即係睇返香港嗰度认识下。其实呢有证有据，我哋应该要多啲认识。咁啊，教育啊，其他团体咧，点样运用呢一个咁好嘅题材做宣传教育咧，好紧要。因为唔系净系俾外国人睇，即系译咗英文咧，就系我哋做我哋嘅外交反击。但系我点做我哋教育咧，其实都要大家需要就系参详一下。